5月12号，正妹品节特地从台南北上，就是要跟在节目上一见钟情的 Vic 出门约会。我今天要跟 Vic 去约会，对，然后我现在有还蛮紧张的，因为我不知道约会的规划行程，因为都是他规划的，所以就是等他来吧。在台北的约会当然由 Vic 一手包办，超会耍浪漫的 Vic 今天准备了哪些小浪漫要抓住品杰的心呢？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散步，等一下，都是这样的，保护你，然后不能被撞，有个恶心的一开始就这么 man， 哪个女孩受得了，让品杰原本还很害羞的笑容全部都跑到脸上啦。约会第一站 ，Vic 带品杰先来吃个小点心，完全抓住了女生爱吃甜点的 point。去过澳洲之后，本来不会煮饭嘛，反正台湾很少煮饭，就去澳洲之后就开始会自己料理一些东西。我完全不会。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什么都不会？我不会洗衣服。没关系，我会。不会煮饭。不会。不会啊。我听得懂你的暗示啊。我听得懂。我也不会打扫。我会啊。对啊，我最爱打扫，我最爱干净。哎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为什么那么大还不会吃东西？我是个啊。你是个啊。品杰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需要别人的照顾，而 Vic 也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角色，这不是比天作之合还合？站在胸口，好，伸出一只手借我。一样，你有听过心电感应吗？没有。心电感应就是我可以借由你的体温，然后感觉到那张牌什么，他会告诉我是不是梅花。然后呢？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我问第三个问题，我就知道那张牌什么了。今天要跟我回家吗？今天要跟我回家吗？今天要跟我回家吗？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个问题。梅花酒。确定。梅花酒。确定。确定。是不是？对。对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心电感应啊。哦，魔术果然是无往不利，亲密接触就是从这样开始的啦。哎呦，全天下的男生们，快点报名魔术班吧！我们去牵车吧。好啊。对啊，就不用再坐捷运了，骑车比较快。好。走。那后面没有扶手，比较危险，所以你要帮我。对，你要帮我，可以牵你帮一下。对，比较有恋爱的感觉。他们要去哪里甜蜜蜜呢？原来是到了浪漫的彩虹桥，要像韩剧里的男女主角一样锁上爱情锁，一边写你一边写我，扣在 I love you 上面。哦，撒拉嘿哦。怎么钥匙呢？要一人一把。嗯。看这，你知道钥匙代表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是代表开启对方心门的钥匙。那我们一起把它扣上去。嗯。那如果下次来发现这个锁不见了，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对。不过我希望他应该是不会了。好。好，我们继续去散步吧。喜不喜欢听歌？喜欢。那我们聊聊天吧。好。深情献唱情歌 ，Vic 还订了一间灯光美、气氛更美的餐厅，要跟品杰来一段浪漫晚餐。
但是话是这么说，怎么丢下女主角 Vic 就不见了？我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给你。什么？就是我练了一首歌，想对你唱了一首歌。对，然后呢？唱给你听。哇塞，河边的现场还不够，这回还要在全场客人面前唱歌，这不就像在宣誓你的爱有多浓吗？看到这儿，女孩们也会受不了了吧？很不好意思，我做一个小小的演奏，就是给我的女朋友。对。You'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. Can't take my eyes off you.在 Vic 温柔的歌声中，品杰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他，时间就像凝固了一样，全场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最后就靠约会大告白来确定彼此的心意吧。亲爱的花花，今天一整天相处下来很开心，跟你一起出来玩。那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必须要很多的条件相符，像年龄、想法，还有距离。那我觉得我们的想法现在是很雷同的，很类似。那我希望呢，之后像我刚刚唱的歌里面都表达了我的心意。那之后如果有机会能继续联络交往的话，那我相信我是可以跟你很长久一起走下去的人。所以可以的话呢，我希望能继续跟你约会下去。你愿意吗？一天下来的约会甜蜜满分，但品杰从台南北上的远距离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品杰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你愿意吗？当爱来临时，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今天 Vic 跟品杰的甜蜜蜜，应该好事也不远喽。绝对要密切注意官方粉丝团，有最新消息马上爆好利哉。正妹约会周记 ，See you next week。